Hello，大家好，我是 Connie 老师。那今天有没有觉得我看起来皮肤非常的好？你会觉得这个人看起来很有精神，对不对？然后肤质令人羡慕，觉得平常一定保养很周到，这一定是很多人都想要梦寐以求的肤质，对不对？其实因为工作很忙的关系呢，所以我的皮肤常常容易感觉到疲累，就是脸会垮垮的。那回家保养的时候呢，又常常会觉得保养步骤好多，很麻烦。我今天呢是完全没有化妆的，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就是这个卫生纸，有没有？完全是。没有化妆的我连口红都没有上哦。那很多人就说：“天哪，那你的肌肤为什么可以感觉状态这么好，而且非常有光泽？”好，这就是我今天这个影片要告诉大家的新法宝，还人手已经一支，而且它是呢懒人保养的超级秘密武器，是露维尔的雪松精油棉肌美凝霜。品呢，它可以结合了所有保养当中所需要的步骤，包含化妆水，然后保湿乳、精华，加上晚安面膜，它其实呢一瓶就全部就搞定了。很多人说怎么可能？来，我跟你说，我一开始也觉得不可能，但是我连续用了几天之后呢，我发觉不可思议，真的只要有这一瓶就搞定咯。难怪现在在日韩呢，其实每个人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或是肌肤状态比较差的时候，都会使用它。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皮肤的代谢呢，其实也是最强大的时候，最需要修复力的时候。那这个时候需要给它呢更强而有力、更全方位的保养品，让它同时达到一个滋润跟修复。现在呢，日本上面它研究出来，它说是有追踪修复的维京科技，它可以在你的睡眠时候达到放松，然后呢保护跟增强你皮肤的屏障。OK，里面呢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哈，就是它是这样的软管式的，然后挤开之后它是我挤多一点哈，然后它就是一个美凝霜。好，所以说它是一个霜状，可是其实它是滋润的，但是它不会油腻。你来看一下，这样化开之后，有看到啊？想看到吗？它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水润，它不是油腻的感觉，很好的推展。所以你的肌肤啊，其实就是例如说我们洗完澡、洗完脸之后，你这样子把它薄薄的一层涂抹在肌肤上面的时候，它已经瞬间的帮你达到一个深入的渗透，然后让你开始呢补水。锁水，但是呢，其实它又不会让你觉得说会油腻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其实你看哦，我这样大面积把它化开之后，你会发觉，好，这样子按摩到吸收。我等一下来测试一下给你看哦。其实它这样子搓完之后啊，它是整个很清爽的。你看它整个那皮肤瞬间的就会光亮起来。你看我原本没有用的时候，皮肤就感觉比较暗沉，这样对照出来很明显，对不对？这只手还没使用，这只手使用之后，它的光亮感是不是瞬间差非常非常多？你这样使用呢，淡淡你就会觉得说，哇，真的，它的肌肤的舒适度啊，然后就会很明显的感觉到，然后两边的那个色阶差很重，你有发觉吗？有哈。然后再来呢，它其实有一个我刚刚讲到说它里面有甘氨酸，所以它堪称是睡眠的调节之王，它可以趁你睡觉的时候呢，帮你呢补水，然后帮你抗氧化，而且可以强化我们肌肤的代谢，然后最重要是可以对抗自由基，因为你也知道，就是如果我们常熬夜的话，就是容易产生自由基，我们饮食不正常的话，容易产生自由基，我们每天呢，如果说产生很多的压力的时候呢，也会产生很多的自由基，那这时候都会容易让我们显得皮肤状态很差、很暗沉，然后很疲。甚至有蜡黄、颜色不均匀的状况。那它里面的甘氨酸呢，就是它可以帮你强化，就是在睡眠的时候帮你调整，然后帮你让你的肌肤达到比较健康状态。再来，它里面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成分，就是呢角鲨烯。这个呢，角鲨烯有一些是在医美品牌的保养品当中你会看得到它。里面这个角鲨烯的成分，它是植物的植萃，然后呢锁水的回零屏障的防护增加。简单来讲，它学名就是比较艰深一点。那简单来讲，就是它就是可以让你逆龄，让你冻龄，然后呢它可以让你呢就是提升你皮肤的屏障，就是提升它的保护力，应该这样讲。所以这个角鲨烯的成分呢，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再来，它里面的这个味道我非常的喜欢。如果说你们买回去做使用的时候啊，为什么强调你晚上还可以特别睡得很好？因为你看哦，它这样子，我特别强调，我刚刚已经涂抹过一次了哈，然后它完全不油不腻之外，你看，如果说是你当晚安冻膜的时候，你还可以再厚敷一层，然后呢让它再吸收，再让你看一次，它是越涂越亮，有没有？皮肤越涂越好，然后它这个味道啊。很舒压，因为像女生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压力很大，很多人喜欢说，在身上按摩一些精油的这个就有雪松精油加上薰衣草精油的萃取添加，有两种放松精油的味道。那你使用在脸上的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到很明显的，你皮肤非常的舒服，然后甚至是到你的嗅觉上面，甚至你抹完的时候，我都还会在。手上这样稍微再涂抹一下，你就可以帮助到你本来可能比较不好入睡的人，你就会感觉到你非常非常的好入睡。这个就是同时这一瓶我觉得很万能哦，就是它可以让你达到就是提升你的肌肤的屏障，然后呢可以让你加快你的代谢，还可以呢抗自由基，同时还有让你睡得好的舒眠精油在当中。其实我觉得连续用了几天下来，其实真的有差，因为其实你要是有看到我的影片的变化，就会发觉了，就是本来暗沉很松垮啦，纹路很深啊，肤色不均的，那真的就是这样达到一个改善。那用在手上之余呢，其实我就是还是要证实一下，我今天就是完全没有化妆哦，没有化妆的状态之下，我的皮肤就是。状态真的蛮好的哈，你完全没有妆哈，那你就是像我就这样子使用在脸上，你会发觉其实皮肤状态已经很好了。自己说，那你看这样把它用在我们的脸上，有没有？它就像那种美凝霜乳霜状的，每个地方都可以抹。有些人可能讲说，那我眼周的地方可不可以抹？眼皮可以抹，刚刚都可以抹哈，眉毛也可以抹，通通都可以抹。然后甚至也可以带到在我们的脖子的地方。那简单就这样子，洗完脸之后，你就是这样子，有没有？轻轻松松的抹上去，很好推展，完全不会油腻，让你的肌肤没有负担，只有光亮，只有滋润，只有冻龄，只有逆龄，只有保湿，只有增加它的屏障。然后你抹完之后，人家会觉得说，哇，香香的，而且看起来气色精神。非常的好，就这样，记得由内往外，
然后呢由下往上，真的什么保养品都不用擦。如果说你没有时间，你很懒的话，然后但是你的肌肤可能又最近季节交替特别敏感，然后特别的干的话，你就试看看，就这样子，你看我抹上去这样按摩，试试看，觉得皮肤真的非常的光亮，而且看起来非常的有精神的话，就是来自我们露维尔，它是雪松精油棉肌美凝霜，它使用真的很简单。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我很少会推荐大家说保养品一支可以囤货的，我今天在这边就推荐它给所有的很忙碌很疲累很需要保养的女性朋友，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去试看看，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带回去使用看看。那你用了之后一定会跟我一样，用第一个晚上就会非常非常的有感觉，你可能醒来之后就发觉，天啊，你的脸肌肤状态好好，然后脸在发光。那再帮他复习一次，如果说我什么保养品都不想用，我只想用它，可不可以？可以取代化妆水，然后呢保湿精华、前置精华，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乳液啦，甚至是面霜啦、面膜啦，只要有它其实通通都可以取代。然后再来会不会油腻？不会油腻，因为它是美凝霜，它是非常锁水滋润的。然后呢它在睡眠的时候可以帮你呢调整你的肌肤的状态，提升它的这个防护力，然后呢可以增加它的屏障，可以让你冻龄，可以让你逆龄，可以让你呢这个抗自由基。好啦，那今天这支来自露维尔的雪松精油棉肌美凝霜呢，很简短的推荐，但是真的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赶快去使用看看，你一定看到成效，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咯，拜拜。